阿姐，我衰仔都今次闯咁大件事出嚟咧，死十次都唔够噶。但系佢哋嘅亲侄嚟噶，你真系咁狠心咩？你哋都系我最亲嘅亲人。如果有任何人要伤害你哋，我都会不惜一切咁样去保护你哋。但你哋睇下你哋做咗啲乜嘢？一个为咗自己嘅利益，就会伤害自己嘅女，一个就做埋啲鬼鼠勾当。 争啲连我哋个家族都受到伤害。今日无论你哋边个受罚，最心痛嗰个一定系我。但系做错嘢就一定会受到惩罚。越系亲嘅人，越系唔可以顺事。如果唔系，我就唔可以管治自己个同盟。呢一点你哋一早就应该明白。大姑妈，俾次机会我，我知错啦，我会学乖。大姑妈。 今日点样处置你，唔到我话事。杰，呢度系你舅父、阿姨、表哥，全部都系你最亲嘅人。 亦都系差啲害死你嘅人 ，Ricky 系今次嘅罪魁祸首，点样处置佢，由你决定。杰哥，杰哥，我冇心害你噶，你原谅我，对唔住，对唔住啊，杰哥。杰，咁舅父求下你，唔好赖翻 Ricky 好唔好？你俾次机会佢啦，佢真系知错噶啦。 你系咪觉得好难喺佢哋面前开口？你可以过嚟细声话俾我知。真系要我决定啊！佢哋争啲炸死你，由你决定点样处置佢最公平。做人要当机立断，既然喺我哋嘅世界要成大事，就要识得呢个游戏规则。 大家都系一家人，不如算啦，无谓追究。好，你喺凌家长大，应该知道凌家嘅规矩。当日你背叛凌家，亦都应该知道个后果系咩。今日你有咩下场，唔可以怪任何人。 你既然背叛凌家，凌家亦都用唔到你，你要走。姐，你真系咁狠心，要赶过我仔走？你俾次机会我，我以后唔敢啦。你赶咗走，我以后点算啊？我已经俾咗好多次机会你啦，唔好再逼我做一啲我唔愿意做嘅事。你如果系有骨气嘅。 以后就要挺起胸膛做人，唔好再丢凌家嘅家。哇！生意失败咁样样嘅，做咩啊？俾 Ricky 激亲咧。点啊？讲嚟听下。原来帮 Johnny Cup 烧运军火嗰个人系 Ricky， 所有嘢都系佢搞出嚟噶，包括佢试我去验货，跟住仲想炸死我，做替死鬼，成个局都系佢设出嚟噶。 后来佢哋两父子为我同阿妈嘅关系，跟住偷偷地攞咗呢 DNA 去验啊！仲有啊 ，Koyi 俾人绑架，都系令烈同埋令希佢哋两兄弟斗生斗死搞出嘅大头佛。阿妈嬲爆啊！但我最估唔到嘅就系阿妈竟然交咗个波俾我，叫我去决定点样去处置 Ricky。 嗰班人不嬲都系牛鬼蛇神嚟噶啦，咁你点决定啊？ 嗱，雖然呢班人咧個感情就好似路人甲乙咁陌生，
咁但係話曬都係自己屋企人嚟噶嘛，佢跪喺我面前咁樣求我喎，咁你話我可以點做啦？喂，佢全部都唔係好人嚟嘅喎，你唔係心軟啊嘛？你放心，阿媽幫我決定咗啦，佢趕走咗 Ricky， 又唔再俾翻人領家。所以前嘅世界真係好簡單嘅啫，中意咪滑下浪咯，中意咪踩下單車咯，最多唔係嘅咪同咪姨頂兩句。我家先明白到呢個世界原來好兇險，就算自己屋企人都係互相陷害啊！我真係感受到阿媽原來真係受咗好大壓力，佢真係好辛苦。但我又明白到佢係想訓練我做人應該當機立斷。有仇就有報仇，但我真系做唔到咯。你就系咁婆婆媽媽噶啦。其實令小姐啊，為咗你好咪得咯。喂，做大自己系要有氣勢噶啦，你要有威信行出嚟，人哋先服你噶嘛。呢一樣嘢你真系要學下你阿媽。喺令家生存啊，好大壓力噶。你以為做太子咁易？冇諗過要做太子。我入去令家，我真係想保護阿媽噶咋。你唔好喺度嘥氣啦！所有人知道你係令紅個仔啊，或者你心入面諗乜嘢啊？總之你行得入呢一個世界，就好難翻身噶啦。喂，你放心啦，有我保護你。就算呢个世界几艰难几复杂都好，好彩有你。你抽水啊？唔系，即系想搵个人安慰下啫。就算一个口头安慰咗你咯。口角边度够力啊？都要实。翻房先。都幾點啊？咁遲嘅，一 call 即到，你會叫外賣啊？我諗住臨走前嚟同你 happy 下啫，唔係咁都俾面色我睇係嘛？你同我聽住，你阿哥唔爭氣又冇情趣，我先諗住同你開心下嘅啫，我冇諗住同你過人世嘅。我而家嚟已經好俾面，你仲想點？俾面？家姐好難為你啊！之前我同你 happy 嗰陣時，又唔見你咁嘅衰樣咩啊？一见我落难啊，就唔识人啊嘛！你同我听住啊！而家系大姑妈赶你出门口，唔系我啊！你发我脾气做咩啫？有种嘅咪捞念啲咯，我实跟翻你噶。我而家系同你讲拜拜，系咁。做咩你？放心，你走先。放手啊！我点会舍得你啫？放手啊！做咩你咪癫咗啊？大家 happy 下先。喂，你大嫂嚟噶，尊重啲好啊！以前咪中我粗暴咩吓？我扮嘢。放手啊！喂 ，Hilda， 喂，喂 ，Hilda， 喂，老公啊，系啊，我电话神神地，所以有时听唔到声咯。系啊，我而家翻紧嚟噶啦。系啊，好快啦，拜拜。冇事啦嘛，即系冇事继续。你同我听清楚，你叹我时我叹你噶啫。你而家咩都冇晒，叫鸭都唔使爱你啦。你以后唔好再搵我。最新劇集《逆天奇案二》已經在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上架了，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？快點去下載這個 Apps 來煲劇吧。